来看演出就支持捧我们，这就无以为报了。是，你看这楼上楼下这七八层楼都坐满了啊，哪有那么多呀？就三层啊，三层楼啊，嗯，很开心啊，谢谢各位吧。是，嗯，跟于老师一块合作，我特别高兴啊。尤其今年的演出有一个题目，哦，什么题目啊？就是郭德纲从艺30周年。哦，啊，我很感慨，是感慨。谢谢谢谢。30年了，这个从艺啊，是指的我16岁开始干专业。哦，以此为生那天开始算，哦，哎，如果从学艺开始算呢，嗯，到今年是39年，嚯，哦，那明年就办40年了。不，不能那么说，显得岁数太大了。嗨，嗯，不行，就从艺挺好。啊，哦，打16岁开始卖艺那天算，哦，这是30年。嗯，您也是卖了不少年吧？要是卖艺的话，也30多年了啊。嗯，很感慨，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了？是啊，好几十年跟这行。嗯，我这30年主要做了2件工作。哪2件事儿啊？第一，上让观众快乐，啊，这是应该的。嗯，第二是让同行们团结。哎，啊，很感慨，是吗？天为罗盖，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哦，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？富贵贫困不一般。嗯，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担担。骑马坐轿修来的福，推车担担命该然。嗯，骏马驮着痴呆汉，美妇人常伴着夫眠。哦，80老翁门前站，3岁顽童染黄泉。嗯，不是苍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报应循环。你瞧，这又是一通感慨。不是封建迷信，哦，我们讲的是因果二字啊，有因有果，凡事有因就有果。嗯，是的，咱们好好说相声，观众快乐，咱们如何如何，嗯，能把兴趣爱好工作合二为一，哦，这就是祖师爷对咱们的恩典啊，这就挺好的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人一上岁数了，跟年轻的时候就是不一样。那当然啊，我30岁之前真是什么都不信。不信，真是什么都不信。30岁之后，看明白很多事情。有什么看明白了？不是你看不见的事情不存在。哦，过去老抬杠，我没有亲眼看见，我就不承认，这是不对的。不对吗？你 WiFi 你谁看见了？没人看见。你能说它没有吗？嗯，声音你能看得见吗？这是听的，对吧？嗯，你往上倒7辈的祖宗，你见过吗？没有。你不能说没有吧？嗯啊，我没见过他，没见过他就没有，这不讲理了。嗯，人其实很多时候冥冥之中很多事情说不清楚。哦，我们老说命运二字。嗯，命是命，运是运，这还不一样。两碗饭在这摆着。哦，厨房啊，嗯，盛出2碗米饭来放在这儿。嗯，这碗饭被人端走吃了。哦，吃完消化完了，排在厕所。嚯，这就是他的命。哦，这碗饭的命。哎，那碗饭摆在那儿没人动，哟，这就是他的运气。哦，没人吃，这就是他的运。哦，但摆了些日子，长毛了，招苍蝇了，还得扔到厕所，还是你的命。那就命都一样。你看，嗯，好多事情就很难说。咱俩人就好比是那2碗饭，对吧？咱俩怎么比那2碗饭啊？你看，您就好比是那碗被人吃了的饭，啊，然后排在厕所了，就。那换个比方呢，您是另一碗饭，啊，长毛了扔的，全是我呀，这个不是咱俩比吗？就是说相声老得琢磨啊，什么都是我们的老师，是吗？当然除了工作之外，一天到晚我们也挺忙。都忙什么呀？你看我最近我就挺忙，最近净忙着随份子。随份？您给谁随份？随份子是北方一句方言啊，我不知道上海怎么说啊。啊，就是婚丧嫁娶了，你给人随个喜，随份礼金啊，对，这叫随份子。上海话叫什么？叫算卦。算卦个，这上海方言，哎呀，没有叫算卦的。上海话讲过来啊。这随份子也是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。随喜吗？最近倒是净随份子了。给谁随呀？你今儿还随了，今儿听说林志玲结婚了啊。
你先别哭，你是哪儿啊？你就哭。这突然间想起来了啊，这最起码得随500，真的。嗯，是500块啊？500块钱，然后带8个说相声的去，吃死他。嗯、哎呵，好家伙，还得打包。哦，这500，500，嗯。哦，之前前些日子给法国随份子。法国怎么了？巴黎那个娘娘庙着火了。这嗨，娘娘庙干嘛？法国巴黎娘娘庙着火，哎呀，我心很痛啊！啊，以后法国人再拴娃娃怎么办？嗨，没有人上那儿拴娃娃去啊！啊，随了一个800，哟，这比志玲姐姐多呀！那当然了啊！啊，咱跟老娘娘怪不错的。哎，对。后来这个泰国那国王啊登基，咱们又随了点啊。这也给钱啊？哎呦，他67了，哎。啊，不是说60退休吗？人家泰国没有60退休这么一说。他等于返聘的皇上。你没听说？哦，不用跟咱们这儿比。我看新闻了，花了10亿泰铢登基啊，10亿泰铢。是，你算算，嗯，林志玲我就500，500等于换成泰铢的话，你算得多少钱？我算这干嘛呀？啊，后来这个日本天皇登基，嗯，我又随去了。啊，日本老天皇退休，老天皇60了，退休了啊？怎么那还是60退休啊？小天皇上位，哦，哎，随了1500，这给的多呀？那必须，咱跟你想，咱没少看人电影是吧？哎呀，您这是差老天皇一张票钱。我就爱跟谦儿哥在一块儿探讨人生。谁？这是人生吗？这我这个师哥特别的可爱啊！我认识他快半辈子了啊，差不多。那会儿咱看人家，哎呀天哪，这于谦呐，啊，了不得了。嗯，因为那会儿小时候我们都没钱，他有钱。怎么又提钱了？愿跟他玩。嗯，我那会儿小的时候，你想我那个西装是塑料的。谁拿塑料做西装？我那个裤子地板革的，也是塑料的。帽子是牛皮纸的。好家伙，人家谦儿哥，人家内裤都是貂皮的。多热呀！我这个撒泡尿40多度。嗯，好家伙！哎呀，天天跟我们一块玩吃饭，都是人家花钱。这花钱应该。人家上家去，他爸爸也疼着我们啊，多吃多吃，他爸爸这份儿的。这疼孩子，当然很多时候在舞台上一提，于谦的父亲啦，于谦的太太了，好多人就笑。是啊，当然我要感谢于氏家族，怎么为中国相声提供这么多的素材？哎嗨，都是您编的那个。因为我们这个行业，它不像其他的行业，我们不能说别人。哦，啊，我们怎么说呀？说一个事情吧，你看那排那个观众，那个胖子，哦，他们家如何如何，这个不礼貌，没法说。啊，我们说别人也不合适，就。讲点我们自己的真事儿啊，还真事儿啊！你以为我在台上说谦儿哥的夫人啊，我就那么开心吗？你就是那么开心，这个我是不是笑出声来了？哎，对，后槽牙都露出来了啊！我忍着点啊，忍着点啊！我打小我爱上他们家去，嗯，他父亲太棒了，疼人。到上海可能您各位不太熟悉哦，你到北京去问于谦的父亲，嗯，于谦太棒了，真的啊。他爸爸于谦老爷子，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啊！谁太棒了？于谦的父亲于谦先生，太棒了！我们爷俩叫一个名字呀！你说我就得跟你生气，知道吗？你跟我生什么气？撇着大嘴，我爸爸也叫于谦，我一猜你就往歪处想，就好像于谦的父亲也叫于谦似的。那不叫这个吗？不是一个谦啊！那也不行，那个啊，不是一个谦也不行啊！他是千万的。哪个都不成，那个没有叫于谦的了。于老爷子心地善良啊，信佛。哦，他爸爸信佛，这说英国吗？胸口这儿啊，老挂着一袋铁观音。哦，我爸爸信佛，这挂袋茶叶干嘛呀？信佛，哎，没听说过。可爱啊，谁要有个别扭事儿，他一定开导你啊。我们都管他爸爸叫知心姐姐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北京知心姐姐于大爷都也不知道男的女的了，这个都知道。一上家去啊，你谁看见他爸爸谁乐，乐什么？那么大一岁数，老抱一机器猫，他干嘛喜欢？童真呐！哦，哟，大爷又抱这机器猫了。嗯，这机器猫是小名啊。哦，人家有大名字，大名叫多来多来一篇。
多来 A 片啊，多来点 A 片，没听说过啊，多拉 A 梦。哦哦哦，啊，你看我这个英语不行啊，这不行了，你不用说了，多来 A 梦，多拉 A 梦，可爱啊，我没有再见过这么一个可爱的老爷子，是吗？会活着。这到现在倒是没死，不是啊，就这个生活状态怎么着，生活状态每天退休之后给自己安排的特别满。哦，这会生活啊，一睁眼先奔河边练书法去。河边练书法？大广场练书法。那怎么练？那叫水笔啊，拎着个桶，桶里一杆笔，这么大个，头里海绵的头。哦，蘸着水在地上写字啊。他有这么练的？哎，他爸爸去了，哎，开始今天写滚滚长江东逝水，嚯，还是浪花淘尽英雄。这好，先从前两个字练啊，练这个滚滚滚滚滚滚，全写这俩字儿啊，写一上午啊。后来给弄到派出所去了。哎，这好，嗯，在广场上骂街不成？说他爸爸是文化流氓。嗨，不挨着。哎，写完字儿了，没事了。哎，找一帮孩子上家来。这干嘛呀？来，我给你们变魔术。哟，老头还喜欢这个变戏法。你瞧，小朋友们都坐着啊。哦，连街坊老太太也来，王奶奶、李奶奶都来了。呵，一帮老太太带着孩子。嗯，他爸爸上衣脱了，干嘛呀？脱一光膀子，变戏法，传统戏法，古彩戏法，裤子也脱了。哎，这是就穿一个内裤，这就差不多了啊。变啊，哎。啊，这是钢笔，哎，嗨，铅笔，哎，好，嗯，毛笔，哦，胡萝卜，你这行了，黄瓜，去，要不要看冬瓜的？行了，你就变不出点别的形状来的了吧？就咱不懂这个魔术，这很奇妙。你别变魔术，你这古彩戏法穿着大褂变，你都脱了变什么呀？穿着大褂都知道东西在大褂上挂着呢啊！老头这高了，让你们看，没有夹带，身上没有，那是得解剖看这得。说这么肮脏 啊，就是喜欢玩，这是玩啊！要不然跟于谦爷俩玩耍狮子，你瞧玩的都新鲜。我们爷俩玩耍狮子，北方过年的时候不就耍狮子吗？啊。啊，有南狮北狮，南狮是广东佛山那边的啊，对对对，咱看电影《黄飞鸿》老有那个，是那叫南狮啊，还有北狮，北方的狮子。哦，弄张狮子皮，嗯，爷俩举这个套上，他爸爸爱来前面这个，哦，前面，让谦儿在后边猫着腰来这尾巴，哦，耍狮子，爷俩玩，给小朋友们表演，这看配合。哎，嗯，这个没事了，完事儿，老头又奔河边了，河边干嘛？游泳。哦，还喜欢喝运动，冬天夏天都得去，无冬立夏。尤其他父亲冬泳很厉害。是啊，冬泳他也怕冷啊，怕冷就别游了呗。头下水之前有准备啊？怎么准备？棉袄、棉裤、军大衣什么的都穿好了，穿这下水啊？往河里走、嗯。哦，然后反正有人一定会有人救的，哎，就多新鲜呢，那不就淹死了这个？哎，冬天这是一种意志。哦，这么练。当然，夏天他爸爸可露脸了。怎么呢？夏天他爸爸游泳是为了展示这个纹身。老头儿有纹身，从脖子后边到脚后跟纹了一条带鱼。哦，这玩意儿有纹他干嘛？他爸爸一下水活灵活现，这纹身每回一下水都让人家拿抄子给捞上来。嗨，我爸爸游泳这损失的这个抄子上。真棒啊，真棒。这个老头就是不浪费每一分每一秒，那是要对自己好。哦，哎，包括饮食上也是，早晨一睁眼，嗯，一睁眼先洗脸，洗脸，哎，收拾完了之后，嗯，开始喝猪奶，哎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都没听说过啊，喝牛奶、喝羊奶、喝猪奶，喝牛奶他受过伤。我这都想象不到。喝牛奶怎么受过伤啊？喝着半截那牛坐下了，趴在牛肚子底下喝牛奶去啊？后来老头这也不行，我不能让他欺负了啊！喝猪奶，躺着就喝了。啊，对，都躺着都能喝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啊，跟那小哥几个躺一块儿。没听说过，这有练哥几个的吗？哎，啊，喝
哎呀，先喝点奶，哦，喝点奶之后这儿起来，哎，嗯，要喝点鸡汤。你瞧，都是大补的东西。哦，特意自己上菜市场，嗯，买一只女鸡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。啊，那个叫母鸡。哦，这还有广东人，啊，母鸡啊？不是那个。不是那个，哦，这个公母这么分的啊，哦，没有说女鸡的，没有啊，吊汤，嗯，完事儿吃一点点青菜，啊，哦，青菜是好的，不能吃太足蹦啊，吃的太足蹦对身体不好，吃一点儿，哎，吃点青菜，都吃什么？这青就是院里边野菜挖一点来，洗干净了，哦，拿开水一烫，嗯，撒一点点盐，哦，争取不放油，哦，他爸爸可在乎这个，就是心脑血管这个了。不放油，哎呀，油太多受不了，少油少盐。当然有的时候拌青菜适当搁一点油也可以，哦，还也搁，哎，但是老头从来说弄个瓶子往里倒油这不行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从那个抽油烟机那油盒里啊，太会过了吧，哎，这个，哼，吃一点，啊，什么味儿都有，高兴，你还不如吃那，哎，吃半斤油呢。那是，这吃完了差不多，哎，老头自己打电话订外卖。啊，这才正式吃饭。奔八十人自己会订外卖。嚯，哦！哎，来了，来披萨。啊，这洋餐了。他原来年轻时候出过国呀，他对这能接受。嗯嗯。人家送来，大爷，披萨给您切八块，十二块啊。啊。切八块。八块。因为十二块吃不了。哎。这不是一样吗？这个。吃差不多了。啊。但是老头也不能老吃这么素啊。也得吃点肉啊。最爱吃的就是炖肉。现在就荤的了，上海叫红烧肉，是啊，五花三层的那种啊。哦，但是买的不吃，那他吃什么呀？一定要吃于谦给他炖的肉。哦，我有手艺，你看看这玩意儿，老头也想儿子，嗯，是吧？打一电话，我要吃炖肉。哦，于谦不管多忙，嗯，接了电话，提上裤子就来了。对。我干嘛呢？我就非提上裤子来。不是你出门不得提上裤子，穿上外套吗？我在家光着是怎么着？不是你穿那毛裤啊，毛裤哪儿？我就穿我爸一打电话，我就在这光着呢。你看，你可能正练那个变戏法呢啊！我哎，变什么戏法啊？我跟你别练了，榴莲。行了，别提这个了。您这来了，老头都准备好了。什么就准备好了？他父亲给他准备好了一大块猪肉放在这儿了，要炖吗？哎，谦儿这就赶紧洗手，哦，切肉，是给他爸爸红烧肉，嗯，一切肉一不留神，嗯，把手切破了，哎呦，这是坏了，鲜血滴滴答答下来，哎呀，滴到猪肉上，嗯，并且渗进去了。你少来这套啊！我跟猪来滴血认亲是怎么着？像话吗？您这个还是猪肉渗进去了？谦儿也傻了，我的血怎么跟猪肉合在一起了呢？我还真往下说呀！回头看他父亲啊，你是谁？这好家伙，要翻脸这就。人家这是啊啊！老头也乐了，嗯，别听外边瞎说啊！谁说了？嗯，得了，别炖肉了啊，咱们外边吃吧。外边吃了，爷俩出去了啊，找一火锅店。哦，吃点羊肉吧。火锅店墙上写着了啊，嗯，不辣，小辣。嗯，微辣、中辣、大辣、特别辣、变态辣，哎呀，到头鞠开，谁分得这么细致啊？这玩意儿，他父亲很开心啊。叫什么呀？服务员，点什么？最多的就是这个啊，是先生，最多就是鞠开。哦，有没有怒放？没有，没有。开开就得了。嗯嗯，吃，吃吧，坐那吃啊，吃着，吃着吃着，他父亲脸色沉下来了。怎么了？哎，我怎么就老了呢？你这想起什么来了？这是回想起年轻的时候，就跟在眼前一样，一晃的事儿。他爸爸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，哦，做生意哪儿都去，做买卖的，最远到过印度。呼。他爸爸上印度去卖那个手指，印度没有手指，非得我爸爸倒腾过去是怎么着？关键是人家没有人用手指，那倒是。他爸爸去赔的都不行不行的了，啊，到最后卖了一个肾，啊，才回来，拿肾换手指了，啊，后来又做买卖，又到印度去卖筷子，
跟做这个小本买卖呀。啊，人印度都手抓着吃。就说是呢嘛。赔的不行了，把那个肾也卖了，没肾了啊。后来想这怎么办？得了啊啊，回家吧，这才回家啊，娶媳妇儿过日子。没肾了，娶什么媳妇儿？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您 这就是差。但是你父亲人缘好啊，邻居卖猪肉那大哥老给帮忙。我好嘛，别提那个了，没有那大哥。啊、这老头吃着吃着眼泪下来了啊，老了，我还是很希望能够有生之年，嗯、啊，多出去转一转。还转？没肾了，还转什么呀？嗯、看看风光也是好的嘛。啊，于谦大孝子啊！我又怎么着了？去支持您去，您说多少钱吧。我给您，哪怕说明天走，我提裤子跟您就走。我怎么老脱裤子呀？啊！我怎么老脱着裤子呀？这我跟您一块儿带您周游列国去啊，出去玩。要不我带您上澳洲怎么样？澳洲？哎，咱爷俩上澳大利亚大洋洲。我带您去看看海龟，哦，玳瑁，嗯，乌龟、鳖、巴西龟，好不好？这认亲戚了是怎么着？我们上的，就看点别的不行吗？老头脸啪嗒掉下来了，不高兴了。你都听谁说了些什么吗？哎哈，怎么那么信别人说话呀？啊，我要去非洲。哦，不上澳洲，去非洲看动物。这倒可以，它有一个动物大迁徙啊。对，有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坦桑尼亚那个啊，好些个动物，角马、瞪羚、斑马，是无数的动物。啊，据说人家得搬家搬两三个月啊，差不多，是不是？嗯嗯，我去那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谦儿真孝顺。行，订票哦，带您去非洲，就看这动物大迁徙。收拾好了，爷俩奔非洲去吧。真有一个像非洲的样子，是吗？啊，戴着这个大墨镜、哦、大背心、裤衩、拖鞋，嘿嘿，爷俩很阳光。哦，打了一个车奔机场，就这就去。坐在出租车里边，老头指着窗子外边，还看风景。谦儿，你看看啊，瑞雪兆丰年呢，冬天呢。我们出发冬天，裤衩背心啊。对对，你们走的时候北京是圣诞节。好家伙！啊，得了，已经出来了，那也得去啊，是吧？自个儿都订完票了，去吧。哦，再到机场过安检、嗯，你爸爸露脸了。怎么还能露脸？过安检得脱了外套，摘了帽子。对啊，鞋要是高，还得脱了鞋。没错，但确实有那个不配合的，人家不懂。过安检的那个工作人员就跟前面那人说：“嗯，这位先生，您必须要配合一下。”没错，不是我们刁难您，这是规章制度。没错啊，您看我们，不是您我您别跟您看，您看于谦父亲他，您看于老爷是怎么一丝不挂了？哎，他光着了，这也过了。他爸爸太配合了，啊、一丝不挂啊。嗯，给我嗨，别给人变了，你上飞机。这让上嘛，这就让啊！工作人员拿一床单给你爸爸围好了，抬上去了。好，赶紧让他走，太丢人了。哎，对，奔阿拉伯了。哎，走，搁在飞机上。嗯，头等舱。买好票。那是。嗯，老头坐在这儿。哦，谦儿，您坐好别动啊。嗯，谦儿先上一厕所。哦，上厕所。哎呀，接完手一摁，轰！冲水嘛。冲完水出来。嗯，他父亲跟空姐打起来了。怎么了？他爸爸非让空姐给我炒个鱼香肉丝、啊、炒个鸡蛋，给我炒个饭。没听说。空姐说：“大爷，我们这飞机上不能开火。”哎，对，不能。怎么呢？我刚才听前面那儿轰了一声，还呛锅呢。啊，那是呛锅吗？那啊，这一路上不容易，终于到了非洲了。那、嗯、就到了，好。哼，嗯，哎呀，吉人自有天相，看动物了，赶上百年不遇的极寒天气。非洲赶极寒，零下42度，比北京还冷呢。看着这个坦桑尼亚跟哈尔滨似的，好家伙，有点西伯利亚的风采。哦，来了四个导游接你们爷俩，还有导游戴着狗皮帽子，里外八层围着军大衣。啊，好嘛，真是西伯利亚的。哎呀，欢迎欢迎你们爷俩啊！啊，来的不是时候 啊！再有一个了，这个动物大迁徙得7、8、9、3个月。哦，现在这年底这不行。好，爷俩急了，不行，怎么着？必须要看动物，看什么动物？说我们怎么能看动物啊？四个导游说：“那您拿钱啊，我们给你买张啊机票，回北京、啊、到西直门那儿有一北京动物园。”那用你呀、啊？啊，我在那儿看好不好？爷俩翻脸了，当然就得在这儿看，那、啊、当然，要不然就死给你们。好家伙，要不然就给你们变戏法，别
还是死给他们变一个狼牙棒。行了行了，吓死你们知道吗？方天画戟。行，你说不说了啊？四个导游一商量说，您爷俩要真想看动物的话也不是不行，还有动物，有几只光棍的鹿。什么叫光棍鹿？去年动物大迁徙的时候有几只鹿 啊迷路了啊，哦，没走了，存林了，就留在这儿了啊。有这么几只，还都是公鹿，没找着群啊，在这儿天天眼珠子都快红了。哦，你们要看看凑合看一眼就回家吧，能看就行了。但是我们动物保护啊，你们过去把他们吓着了不行。哦，我们这儿有一张鹿皮。是吗？是个母鹿的皮啊。你们爷俩披上到那儿去，一会儿鹿过来你们看一眼就得了。哦，这也能看就行。他爸爸很开心，来呀。是吗？来，在家我们有耍狮子的手艺。哎，好嘛，有这底子。那你以为我前面说耍狮子白说呢？我让你说了，你记住每一句话都是有用处的。哎，他爸爸在前面弄着鹿脑袋啊，钱儿在后边耍狮子。那是提上裤子一披这个。我好，爷俩拧着拧着的啊，就奔草里边走。母鹿吗？哎，一会儿打那边这几个公鹿就来了。是啊，好家伙，打去年七月份到现在啊，啊，这都不行了，这几只公鹿。你想这几只鹿獠牙都长出来了，好家伙，改野猪了。哦，眼珠子通红啊。啊，就过来了。哦，爷俩还是很开心的。是吗？还是很近距离接触野生动物。他高兴。看得见。谦儿也高兴。是吗？待了一会儿，谦儿说不行。怎么不行呢？说哎，嗯，那个这个鹿讨厌。这讨厌他可能真拿咱们当母鹿了。是啊，对，他有一只鹿要趴到我的后背上。哎呦啊，他父亲告诉你坚持，我已经开始吃草了啊。好家伙，就别坚持了，这东西他说这不是坚持的事儿，这比变戏法还难受呢。好家伙，咱跑吧，赶紧跑吧，撒腿就跑。一边跑于谦还说呢，我说什么怎么是鹿呢，哪怕是野猪也好啊。野猪怎么了？多少沾点亲戚。我去。